开心开心！刚刚那个拿到100块都是拿来补贴哦，哦，直接贴哦，再买门票来哦。我都看到你们的，然后拿到钱的，我们都有录影哦，录影存证。好 ，OK 吗？正前方再看一下下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新年新气象。大家等一下下哈，我们先做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电子媒体联访时间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ll in Five。Hello， 我是陈恩。我是博安。My name is Kaden。Hey， my name is Jimmy。Hello， 谢谢大家。粉丝有没有很开心？有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超级开心。而且最开心的是，就是有时候可以看到路过的啊，或者像是你看现在停车场上面都会停下来看我们，跟我们挥手，其实蛮快乐的。对对，蛮感动的。都很热情哎、欸，我觉得没办法比、欸，真的没办法比，每一场都太热情，真的尖叫声都很大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会觉得热情，可能是因为今天天气比较好，天气超好，今天天气超好的，但是很高照，也辛苦大家就是在下面这样晒太阳，对，大家要注意那个。不要被注意安全，晒伤，不要中暑。因为我们有听到，就是有些粉丝可能前一天或是凌晨的时候就来排队了、嗯，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身体都可以顾好。没错，吓的，开心，杰米，来来来，跟你讲，开心，不好意思，你全部拿着。对，没有，就是因为继上次营业中，然后跟那个还有玩很大，他也有来，然后再来这一次，就真的是很近距离的接触。我刚真的是拍照的时候手在抖哎、欸。那喂东西的时候呢？有没有汤超好喝？变好喝，更好喝，汤特别甜，特别甜，特别甜，真的很谢谢鬼鬼姐来站台。不会不会，完全不会。只是我觉得玉成洗碗应该蛮辛苦的。成全是最大的幸福。哎、欸，漂亮，是，对对。那刚刚玉成的那个土味情况好像还好。哎，还好，我觉得很有哎、欸。对，我觉得不错哎。三回一成，对对粉。对镜头，对前面，哎，对前面，对前面，对镜头。我想一下啊、哦，我的人生都在。都在为你等待。哎、欸，他嘴巴在抖，他嘴唇在抖了。他嘴唇在抖，哎，真的不适合讲这种话。我觉得最适合是哲伟。来了来了，全部给他了，来了来了，来钱给你，钱给你。什么意思？对着镜头，对前面。跟玉成 PK。好，那就是圣诞节刚过嘛。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想要跟你们玩交换礼物，以后。你就是我的，我就是你的。Oh my god！ 谢谢大家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有听到吗？你们会喜欢？不喜欢哎、欸，他们摇手，有人说不喜欢。这样团员觉得有谁获胜吗？还是有人更厉害？我觉得玉成是真诚的，对，我觉得玉成是真诚的。但我觉得哲伟这个是比较霸道一点，哎、欸，霸气，因为他就是直接说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。可以，霸气，霸气啊，霸气类的。惊喜！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惊喜，是有一个特别的桥段，就是会在我们的小分队和个人炮会展现一些设计。因为我们现在目前演出都是五个人，但到时候演唱会会有个人的演出，没错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Yes， 然后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特色去做表演，对，没错，特色专场去做延伸。这位可能就是，哎。怎么样？泼水啊，或者什么？泼水也可能在，他就会脱衣，或者是我拿双的土味情话、啊，或是五分钟的伏地挺身啊，然后仰卧起坐啊，好看吗？可以，很壮啊，很壮，很壮。我刚刚说胸片拿掉是有机会。我看一下我们旁边的经纪人，这个就到时候来看就知道了。看经纪人插着手这样子，不可能。哪一天我们自己撕掉，然后说是跳舞掉了。可以，这也没办法，这就留给粉丝什么时候捕捉到的惊喜。对。有没有觉得谁的身材？身材真的最好还是哲伟，但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有慢慢进步了，大家都慢慢进步。长大的地方不一样。来喽！像可能我就是身高啊，可能长一两公分。那杰明是什么？杰明再说一次。那杰明是什么？怎样啊？杰明哦，杰明大在哪里？大在眼睛啦，眼睛。眼睛啦，眼睛啦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大的地方不一样。OK。你知道过年了会不会想说要包红包？因为毕竟有啊，会多了耶。会包红包。可是我刚刚少了那六八，那六百块，六百块。我跟你讲，真的陈欠我1000多。哎，那
大概把我的份扭掉了。把那个气扭的话，那个一千都是你的，就应该就是你的。对。那是不是杰米也欠你更多？那个已经不是用金钱来衡量，你要拿什么还？你说，没，你下次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，你知道要做什么？互相。平常有会互包之类的吗？互包吗？互包是房内外。好啦，我包给大家了。真的吗？对啊。好啦，收到，收到。好啦，我刚才其实蛮感动，他们跟着我一起吃那芥末饼干。好啦，过年的时候我包给大家。多少？等一下，不用管了，已经录影存证了。录影存证，好不好？这私下聊，我们会展现出来。我们到时候觉得少，你们想要多少？我觉得8888是最好的。对，8888。太过分了，6666也是可以接受的，或者是一路八八八。我以为你要说八八八，16888，对，一路八八八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比较好听。我觉得差不多。好啦，压力很大，不要这样子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但我会包给他们，好不好？但金额我们再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大家都辛苦。168也是钱啊，888也是钱吧？888也是钱吧？OK， 可以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这个照片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让官方摄影可以先跟 All in Five。